应该想到。在大集上花100块钱吃四荤两素是一种什么体验？带大家感受一下。你们感觉猪血？
道菜。哎，猪血也是个荤菜，这不是四荤两素吗？猪血是荤的吗？荤的，这能不是荤菜吗？老铁们，你们感觉猪血是荤菜还是素菜？这个猪血是多少钱一盘？10块了。哦，10块。这么硬的菜系，咱们必须得整点瓜干酒。来，先尝尝这个38块钱一个的大炒猪肚。嗯，可以啊，猪肚还是非常好吃的啊，它不愧是猪下火里边最贵的一个食材啊。16的猪肝。挺好，但这个猪肝下酒是比较不错的。来，整点瓜干酒。入口绵柔，回味的时候还有一股这个淡淡的这个黑瓜干的那种清香味啊，挺好。大家那会儿老一辈人都拿黑瓜干去酒厂换酒喝，这也是一款百姓酒啊。黄鸡子鱼摊鸡蛋，哎呀，这是海鱼啊，嗯，再整块鸡蛋，嗯，可以，在别处很少见，反正我们那个河北沧州那边没有这种黄鸡子鱼摊鸡蛋啊，到这边才第一次吃啊。你看这个辣炒猪血，它也算一盘荤菜吧，对吧？你们感觉它是荤菜还是素菜？老板一开始跟我说三荤三素。啊，这炒完之后吧，我感觉它是四荤两素，大街上还是非常接地气的啊。嗯，可以。再来点瓜干酒。要在你们那儿，这6盘菜得花多少钱？大家评论出来可以。为大吉美食点赞。